尊堂永，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，你们要寻求大能的上主，时常仰慕他的慈颜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让我哋诚心祈祷，承认自己嘅罪过，准备进入弥撒圣祭，依附主耶稣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罪，我的重罪。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上主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请大家祈祷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加强我们的信德、望德和爱德，使我们爱慕和遵守你的诫命，获得你所许诺的救恩。因你的圣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共读圣保禄中徒致阿弗所人书。弟兄们，你们彼此相待要良善，要仁慈，互相宽恕，如同天主在基督内宽恕了你们一样。所以你们应该效法天主，如同蒙宠爱的儿女一样，又应该在爱德中生活，就如基督爱了我们，且为我们把自己交出献于天主作为馨香的供物和祭品。至于邪淫、一切不洁和贪婪之事，在你们中间连提也不要提，如此才合乎圣徒的身份。同样猥亵、放荡和轻薄的笑话都不相宜，反要说感恩的话，因为你们应该清楚知道，不论是犯邪淫的、行不洁的，或是贪婪的，即崇拜偶像的，在基督和天主的国内都不得承受产业。不要让任何人以浮言欺骗你们，因为就是为了这些事，天主的愤怒才降在这些悖逆之子身上。所以你们不要作这些人的同伴。从前你们原是黑暗的，但现在你们在主内却是光明的，生活自然要像光明之子一样。上主的话，感谢天主。你们应该效法天主，如同他宠爱的儿女一样。你们应该效法天主，如同他宠爱的儿女一样。凡不随从恶人的计谋，不插足于罪人的道路，不参与讥讽者的席位，而专心爱好上主法律和昼夜默思上主诫命的人，是有福的。你们应该效法天主，如同他宠爱的儿女一样。他像种植在溪畔的树，准时结果，枝叶不枯，所作所为随心所欲。你们应该效法天主，如同他宠爱的儿女一样。恶人却不如此，绝不如此。他们像被风吹散的糠秕，因为上主赏识义人的行径，恶人的行径必自吹沉沦。你们应该效法天主，如同他宠爱的儿女一样。阿利路亚，阿利路亚，阿利路亚，阿利路亚。上主，你的话就是真理，求你以真理
祝圣我们。阿里路亚，阿里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共读圣路加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安息日，耶稣在一会堂里施教，有一女人病魔缠身已18年了，瘀流着，完全不能直立。耶稣见了她，便叫她过来，对她说：女人，你的病已消除了。遂给她按手，她即刻就挺直起来，光荣天主。会堂长因弃老耶稣在安息日治病，便对众人说：有6天应当工作，你们在这些日子里可来治病，但不可在安息日这一天。主回答他说：假善人啊，你们每一个人在安息日有不解下槽上的牛驢牵去饮水的吗？这个女人原是亚巴郎的女儿，她被撒旦缠住已经有18年了，在安息日这一天就不该解开她的束缚吗？当耶稣讲这话时，所有敌对他的人个个惭愧，所有民众因他所行的种种辉煌事迹莫不欢喜。上主的福音。今天耶稣这个故事很多时候都是安息日的故事，我们听了很多个安息日的故事。这个是路加的其中一个，因为都是独有的路加。18年啊，这个残废的女人，耶稣见到用安息日立时去处理，立时去处理，去医治，去释放她。不过看到天主的那个心意是要释放我们，是要释放我们。这个是她的旨意里面的排列，是排得很高，排得很高。甚至怎样，甚至抗拒了推翻了当时一些对安息日 的法律。我们可以从很法律很政治的方法去看，就是说这个是一些架构，它是反这个，即这个一个 revolutionary， 一个反这个当时的架构的一个反派来的。你可以这样讲，但耶稣不是搞这件事。耶稣是这些都是这些不是最重要的。这个安息日的架构不是最重要的，而且原意都不是为这件事。原意安息日是等我们怎样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奴隶。只有奴隶就没得休息的。人不是奴隶，是天主的子女。子女是可以选择休息的。是可以选择生活，不是生存的。所以安息日有些休息呢，是证明他们是被释放了，一个很尊荣的一个位置，很有尊严的一个的表现。这个可以休息，就是可以被这个是被自然，可以自由的，可以自由，是一个释放的日子，是一个治愈的日子，是一个解放的日子，是一个解除束缚的日子。耶稣就说，原意是这样。但是呢，永远呢在个任何的架构里面呢，即是有这个法律定位下，教会有很多的规矩有个定位。但也都有那个所谓 charismatic， 有个圣神的那段时来到那个活的。耶稣来到这里，哦，那个法定是这样，但是活的精神是这样的。咁就我哋就要让少位，或者将佢将就，唔系话安息日哦冇意义啊，唔系安息日嘅再深层嘅意义，再深层嘅意义。咁就凡系有呢啲咁嘅活嘅嘢咧，就会觉得好似好混乱咁。有啲人就好惊，我话哇咁样咪会颠覆晒所有嘢咯咁。即系我哋要谂好似一条河流咁。一个活的就是水，你有条河的水不动的，那就死水一潭，那就不好的，就是有岸，水不会泛滥，不会动，没有鱼，死了就会死的，所有人都死了。
咁所以我哋又要有水系活嘅，要流动嘅，啊，有快有慢嘅，有波涛嘅，啊，咁但系咧，如果有水但系冇岸堤咧，就好危险啦，因为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啊，水可以救人，可以赐予生命啊，水亦都可以浸死人，啊，洪水泛滥啊，死好多人，啊，咁所以我哋需要有个岸堤，啊，所以教会里边咧，不嬲去睇咧，就系话，教会嘅立法啊，教会嘅教导啊，嘅真理啊，背后咧有个活嘅圣神喺度，系爱、宽恕、慈悲、怜悯、释放啊，呢个系核心嘅，所有其他嘅嘢都系为成就天主呢个核心救灵嘅旨意。当然唔系乱咁嚟啊，个有个真理喺度，有正确嘅方法去做。我哋爱唔可以系违反天主嘅创造，啊，唔可以同天主嘅自然定律相抗，因为天主话，这就是呢、这个就系咁。但系人系混乱嘅，世界因为活喺呢个腐朽之中咧，有时人嘅犯罪偏差、无助、被束缚咧，唔系完全自己意愿到嘅。选择嘅能力可能好狭窄，了解嘅能力可能好昏暗啊，好缺乏慈悲，所以系永远系最重要啊。喺圣经里边话，慈悲啊，同埋呢个公义，但系慈悲胜过公义啊。天主嘅公义系为造就慈悲，天主嘅公义系为造就慈悲。所以耶稣嚟，佢接触啲罪人，唔罚佢哋嘅。系咪话嗰啲人罪人冇犯错啊？好似约望福音里边捉到第八章嗰度捉到嗰个罪妇啊，啲人话按照梅瑟法律要钉死佢咁。耶稣有冇话冇呢条法律啊？佢冇讲过。佢冇废除呢个法律啊？佢冇讲过。佢冇矫正呢个法律啊？佢冇做到。佢点讲啊？你哋当中啊，边个冇犯过罪嘅，就第一个可以钉死佢。法律是真实的，罪的后果是要死。但是问题就是，如果是这样，那没人会活了。所以耶稣没说你没犯罪，没说这个教导是错，没说没这条这样的惩罚。他说你们认为自己不需要死的，你就处罚他。跟着耶稣跟这个妇人跟他说，有没有人定你的罪？他不是说你有没有罪，他说有冇人定你嘅罪？佢话冇，跟住佢话，佢系咪话你冇罪啊？冇犯过错啊？冇，佢咪咁讲？佢话我都唔定你嘅罪，即系话罪你系犯咗嘅，但系我唔追究啦。跟住佢再加多一句，不要再犯了。人在罪恶之中要释放，那个人要负翻少少责任。我犯了罪，我要选择去不再犯。没人可以帮到我，天主都帮不到我的。如果我执迷不悔，继续去犯，继续爱这个罪多过爱正确的东西，多过爱真善美，多过爱天主，没人可以帮到我，我会继续沉沦下去。但是要我去到那个位去感应到抗拒罪恶是很值得的，我要经历天主的爱慈悲，我要知道我是属于天主，我要知道我是属于天主。所以耶稣他不是首先要我们信得啱，做得啱，他要给我们第一样就知道你是属于我的。你的信念可能错，你的行为可能错，但我不会因为这样不亲近你，你是属于我的。我们都知道的，这个转化那个 moment 是因为我们感应到我是罪人，但是他揽住我。因为我经历他揽住我，我经历他那个为我而牺牲的真实，我正有勇气
去降服，有勇气去放低我的罪根，有勇气去求恩宠，有勇气去再试过。咁我哋对其他人系咪又系咁？耶稣因为佢俾我哋呢个嘅 offer， 你系属于我，所以你得嘅，你可以信嘅，你可以爱嘅，你可以接受爱嘅。同样，我哋对别人都要必须如此，即系我哋嘅思想行为系要祝福到人，吸引到人。见证到别人睇跟随主耶稣福音里面嘅真善美，系喜乐，系包容，唔系虚幻嘅，系实在嘅。对呢一个人，对呢一个人，我系有个空间俾佢，有个邀请俾佢，我系为佢。好多时候我哋经历嘅撕裂、纷争、抗衡、都达唔到咩结果。系啊，我哋好多时系为公义，我哋都要、要出声嘅地方，但系有时灌输太多嘅情绪，愤怒嘅情绪，好多嘅敌对嘅情绪，我哋有时控制唔到，惯咗。咁我哋用好多嘅藉口就系话呢个系因为公义，因为我啱，佢哋错。可能是，但是方法帮不到任何人。我们要重新再想过。神父绝对明白的，就是很多这些东西很漏的，就是参加了这么多年这些维护生命的，参加了这么多这些这样讲有关LGBT 的，我觉得好像没什么作为，做不到什么东西。不是 教会的教理不对，而是我似乎我哋唔好明白嗰啲人点解咁痛，似乎我哋唔好明白嗰啲人几需要我哋人嘅关怀，因为好似喺教会度里边得唔到，搵唔到，冇人支持佢，好觉得啲人仇视佢啊，吓睇低佢啊，攻击佢啊，迫害佢啊，所以佢哋会反转嚟去抗拒。可能有啲唔系个个系啊，但有啲真系咁样。他覺得嚟到，甚至唔好講呢啲咁嘅咁極端嘅。我識得有啲單親母親啊，帶到啲仔女入到嚟，好嘈咁，佢都冇辦法嘅。跟住就有好多人啲好唔友善嘅眼光，甚至鬧佢，就話好唔管束啲細路，話啲細路太嘈，從來冇人去 offer 去幫佢。咁呢个人点会再翻嚟圣堂？都会再敢翻嚟圣堂？所以慈悲、慈悲、慈悲，主耶稣教导我哋法律慈悲。如果我哋见证教导复行法律，唔系帮到人哋去经历慈悲嘅，咁我哋呢个法律系废嘅。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愿意去了解、去爱、去帮助、去兴起、去建树、去祝福、去包容，我可以跟这个人一起走，他自自然然会想信更多，会走向真理，自自然然他会在行为上会有所改善。愿圣神去教导我们，很多个别的个案很需要他的智慧，不可以一而而论，要需要在每一个个别的情况里面给说话我们，给知识我们。圣神求你指引。让我们一起去献上祈祷。我哋今天觉得最无助，对福音觉得冇可能，教会冇人关心佢，冇人明白佢，可能身处一啲歪念、错误嘅思想，甚至可能喺好多不洁、邪恶、
同我哋天主教信念、行为、生活好相反嘅情况底下生活紧嘅弟兄姊妹，我哋好像福传唔到俾佢哋，但系佢哋又觉得教会系嘅人士对佢哋系一个攻击，系一个压力，系一个排挤佢哋。我哋喺度祈求天主嘅智慧，要教导我哋点样去爱呢啲弟兄姊妹，去俾佢哋经历到，有最造就机会俾我哋能够见证，让佢哋经历到佢哋系被天主深爱住。我哋同声祈祷，求主苦听我们，为堕胎嘅参与堕胎嘅人士，堕过胎嘅父母，堕过胎嘅屋企里边其他嘅兄弟姊妹，好多内心嘅创伤，呢家可能考虑紧堕胎嘅，支持堕胎，参与堕胎行为嘅诊所里边嘅医务人员、工作人员，求主治愈佢哋种种嘅创伤，改变佢哋嘅思念，教俾佢哋知道佢都系天主宠爱，特别系曾经堕过胎嘅弟兄姊妹，愿天主能够可以治愈佢哋内心嗰份嘅负面嘅好黑暗嘅好邪恶嘅思想，嗰份嘅压力，嗰份嘅惭愧，愿天主俾佢知道认识佢嘅宽恕。我哋同声祈祷，求主苦正我们，为疫症嘅结束，为尽快揾到疫苗同埋医药，为病人嘅治愈，为临终者能依附基督，为亡者获得永远嘅光荣，为前线人员一切所需，我哋同声祈祷，求主苦听我们，为世界上呢个好多嘅极端化、政治化，亦都为好多嘅残暴、暴力、仇恨祈祷，我哋为好多嘅特别系极端分子，好多嘅邪恶观念，甚至可能被魔鬼操纵嘅思想、信念，有啲借宗教为名而实行好多残暴，种种呢啲世上好似挥之不去嘅越嚟越兴盛嘅邪恶，我哋祈求天主去驱散，祈求天主唔好让我哋失去咗信心，失去咗望德，反而令我哋更热切地祈祷斋戒，热切地去活出爱、宽恕、祝福嘅精神。我哋同声祈祷，求主苦听我们，为种种我哋内心嘅需要，特别系自己成圣、今天成圣嘅需要，让天主赐我哋恩宠，再一次去弃绝，再一次去赶走，再一次去划清界线，任何我哋生活里边思想行为模式系唔系来自天主，唔系福音嘅精神。我哋同声祈祷，求主苦听我们。人者天父，请收纳我哋嘅祷声，赐予我哋嘅心，去更加热切地渴求，去跟随你慈悲之路。愿所求，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阿们。上主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食粮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将大地和人力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。上主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饮品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将葡萄树和人力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。
各位弟兄姊妹，请大家祈祷，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。尊位的上主，求你垂顾我们的献礼，使我们按照当尽的本分，真诚地侍奉你，显扬你的圣名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请举心向上。请总感谢主，我们的天主。主圣父，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并能使人得救。你藉着基督你的圣言创造了万有，你又派遣他作我们的救主。他因圣神取了人性，并由童贞女降生在世。他为执行你的圣意，为你争取神圣的子民，在受难时伸开双手，以消灭死亡，显示复活。为此，我们皆同天使及众神圣歌颂你的光荣，同声欢呼：圣圣圣，上主万有的主，你的光明充满天地。欢呼之声响彻云霄，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。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上主，你实在是神圣的，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。因此，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，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、圣血。他甘愿舍身受难时，拿起面饼，感谢了，分开，交给他的门徒，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就是我的身体，将为你们而牺牲。晚餐后，他同样拿起杯来，又感谢了，交给他的门徒，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，以赦免罪恶。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。信德的偶像，主我，我们纪念你的死亡，庆祝你的光荣复活，期待你的光荣再来。上主，所以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，向你奉献生命之粮、救恩之杯，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。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圣体圣血之后，因圣神合而为一。上主，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，我们的主教多默，辅助他的主教，以及全体圣职人员，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。求你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，并求你垂念所有去世的人，使他们享见你圣容的光辉。求你垂念我们众人，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，他的正配圣约瑟、诸圣宗徒，以及历代孝爱你的全体圣人共享永生，并求你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、显扬你。藉着基督皆同基督，在基督内一切崇敬和荣耀归于你，全能的天主圣父，给予你同体的圣神，世世无穷。阿们。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，又承受他的教导，才敢说：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
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上主，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，因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，更求你大发慈悲，保佑我们脱免罪恶，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，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。天下万国普世权威，一切荣耀永归于你。主耶稣基督，你曾对宗徒们说，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。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，但看你教会的信德，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。请大家互祝平安。请看天主的羔羊，请看除免世罪者，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。主，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灵魂就会痊愈。领主荣，基督为爱我们牺牲了自己，作为献给天主的馨香祭品。神领圣体经，我的耶稣，我真心传信你在圣体圣事内，我爱你超过一切，我渴望领你到我的心中。既然我现在不能实领你，请赏我至少神领你的恩典吧。我拥抱你，完全与你结合，像你实在到了我的心中一样。别让我再与你分离吧。请大家祈祷。
神主求你在我们身上发挥这共用圣事的效能，使我们以信德所领受的圣事为我们带来生活上的实效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，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愿全能天主圣父、圣子、圣神降福你们。以撒礼城，你们去传扬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向圣尼亚尔总领天使祷文。圣尼亚尔总领天使在战争的日子里保卫我们，免我们陷入魔鬼邪恶的阴谋和奸诈的陷阱中。我们谦卑地祈求，但愿上主谴责他。上天万军的统帅，求你因上主的威能，把徘徊人间、引诱人灵、使其丧亡的撒旦及其他邪灵抛下地狱里去。阿们。再次献上呢个慈悲串经，为最有需要嘅灵魂，最破碎、最好似冇能力、唔知道点样，甚至冇意识要投奔天主，为临终嘅灵魂，刚刚去世嘅灵魂，愿天主逐一都去亲临佢哋，帮助佢哋、引导佢哋去依附佢走向天国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。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我信全能的天主父，天地万物的创造者，和他的唯一圣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他因圣神降孕，又童贞玛利亚诞生，在般着比拉多时蒙难。他被钉十字架，死而埋葬。他下降阴府，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。他升了天，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。他要从那里降来审判生者死者。我信圣神、圣义公教会、诸圣的相通、罪恶的赦免、肉身的复活、永恒的生命。阿们。灵生之父，我把你至爱之子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、圣血、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，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。因他的自卑惨苦难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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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灵神之父，我把你至爱之子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、圣血、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，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。因他的自卑惨苦难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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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他的自卑惨苦难，
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，因他的慈悲惨苦难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。灵上之父，阿爸，你至爱之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，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。因他的自卑惨苦难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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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灵上之父，阿爸，你至爱之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，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。因他的自卑惨苦难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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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他的自永生之父，我把你至爱之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，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。因他的自卑惨苦难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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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至圣天主，至圣强有力者，至圣长存者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。至圣天主，至圣强有力者，至圣长存者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。至圣天主，至圣强有力，至圣天主，至圣强有力者，至圣长存者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。主耶稣慈悲的君王，我信赖你。主耶稣慈悲的君王，我信赖你。主耶稣慈悲的君王，我信赖你。奉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